是不是这礼拜六也是有粉丝上场？我不知道。你们刚刚喜欢的礼堂展览，如果也对，如果你们有空的话，12月1号到8号，你可以秒找自己缝的很，对对对对，然后找了，可以看这一块是我缝的，是我的设计，这就是我。在市政府，然后你们就可以去看，一直可以开到每天开到晚上9点，大家都可以去看，应该蛮好的。我所以你们可以跟老师说安排一次这种校外啊英文课吗？对，我这个快好了，弄好了，我再给你换位。我要求在车上放一张，哎，我们中大要上人家的宣传文件去了，太好了。那我是建议说，干脆大家就排成一排，然后拿块布，这样子好好吧？不要啦，人家要缝制的，拍一张完成的，最后再拍一张，对，最后拍一下下。嘿，他是说最主要说有，你坐下来缝这个边上，啊，你们要缝吧，做你的事，做你的事吧。不能抬头，所以抬头一下嘛，宝宝。我也要。抬头一下嘛。这是录影带。对，哎，你们几个人稍微脸稍微朝这边一下下，哎。Hello， 看一下嘛。老师的，好，谢谢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那边还有，反正线照不错。还有像，抽吸一点。红线就红嘛，然后我就换绿色。我挡到你了，是不是？好难哦，他的眼睛很难。我要怎么抽掉一条线的呀？为什么我都会炸机？你就一寸一寸的抽。我的针拿不起来。你要什么线？我的学生好惨哦。不经济，完全不。什么 ？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？ 哎呀，靠！哎呦，这个表情要站着，要笑嘛，要那个表情嘛，这个表情，快点，哭的，快点。我再告诉你哈，你看这个地方缝的不太好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手指头，这就是我缝的，漂亮吧？嗯。平平的，这是我缝的。We did it! 李慧玲跟我花了3个钟头，一块一块剪下来，把它通通粘好。然后今天下午3点到5点半，大概有从头到尾大概差不多有7、8个人，一针一线的把它们缝起来的，包括这个很复杂的很难缝的字，我们就只能这样子了。很漂亮哎。嗯。这个是李慧玲多缝了一颗心，因为她觉得这边有点空，她放一颗小心，然后这个心朝向那个手去，希望要母亲摸它。So good.